Mr. Tay， 恭喜你荣获 The Best in Innovative Beauty Products。 好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哪些业务？我们主要的是美容产品，那我们是做批发到所有的美容院。那我相信每个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秘诀，跟我们分享你公司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那当然，我们走了这18年来，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自我挑战。 那么不断的整合团队，还有不断的创新。有没有哪一些人你特别想要感谢的，或者是分享这份荣耀的？那今天当然，我们先要感谢的就是这个 event organizer， for create 这个 platform， 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在这里，怎样讲呢？跑逃了哈。<笑>那另外呢？对对对对，那还有呢，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了。那么因为他都跟我们走了一段路，那么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。 集中的使命就是把我们的生意、把我们的业务呢，拓展到东南亚去。那希望你可以成功，越来越成功，也希望公司蒸蒸日上。谢谢你。